张爱玲散文《气短情长》及其他。1945年，一气短情长，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，常常戴上了眼镜，立在窗前看街。英文《大美晚报》从前有一栏叫做《生命的橱窗》，零零碎碎的见闻，很有趣，很多代表都市的空气的。像这位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。有一天，她看见一个男人，也还穿得相当整齐。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，在那儿打一个女人，一路扭打着过来。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，向那女人叫道：“送她到巡捕房里去。”女人哭道：“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，我要他回家去呀。”又向男人哀求道：“回去吧，回去打我吧。”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，又拿他没奈何。二小女人，我们门口路中心有一块高出来的岛屿，水门厅上铺了泥，种了两排常青树。时常有些野孩子在那儿玩，在小棵的绿树底下拉了屎。有一个8、9岁的女孩，微黄的，长长的脸，淡眉毛，窄瘦的紫袄蓝裤，低着头坐在街沿，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，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。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。走过的时候，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他非常高兴的样子，抽掉了两根针，把他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他朋友腕上试样子。他朋友伸出一只手，左右端香，也是喜滋滋的。他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子小袖口，我知道。因为他很像我的缘故，我虽然一路走过去，头也没回，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。三家主，有一次我把一只鞋盒子拖出来，丢在房间的中央，久久没有去收它。阿妈和她的干妹妹来帮忙的，两人捧了湿衣服到阳台上去晒，穿梭来往。走过那鞋盒，总是很当心地从旁边绕过，从来没踢到它，也没把它拿走，仿佛它天生应当在那里的。我坐在书桌前面，回过头来看到这情形，就想着，这大约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感觉吧。可是我在家里向来是伏低做小惯了的。那样的权威倒也不羡慕。佣人、手艺人，他们所做的是我不在行的，所以我在他们面前特别的听话。常常阿妈临走的时候关照我：“爱玲小姐，电炉上还有一壶水，开了要灌到热水瓶里，冰箱上的铺落你把它插上。”我的一声哦。答应得非常响亮，对裁缝也是这样，只要他扁着嘴酸酸的一笑，我马上觉得我的衣料少买了一尺。有些太太们虽然也色客，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，这使他们觉得他们到处是主人。我在必须给的场合自然也给，而且一点也不敢少。可是心里总是不大情愿，没有丝毫快感。上次为了印书，叫了部卡车把纸运了来。姑姑问我，钱预备好了没有？我把一叠钞票向她手里一塞，说：“姑姑给他们，好吗？”为什么？我害怕。她瞠目望着我，说：“你这个人。”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
你损失很大呢，没看见刚才那一幕。那些人没花眼笑谢了又谢，但我也不懊悔。四狗，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，晚上坐在火盆边，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，实在冷，冷得瘪瘪缩缩，万念俱息。手插在大襟里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，自己觉得像只狗。偶尔碰到鼻尖，也是冰凉凉的，像狗。吾孔子。孔子诞辰那天，阿妈的儿子学校里放一天假。阿妈在厨房里弯着腰扫地，同我姑姑道，总是说孔夫子。到底这孔夫子是个什么人？姑姑想了一想，答道，孔夫子是个写书的。我在旁边立刻联想到苏青与我之类的人，觉得很不妥当。姑姑又接下去说，写了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书。我们的饭桌正对着阳台，阳台上撑着个破竹帘子，早已破得不可收拾，夏天也挡不住西晒，冬天也不必拆除了。每天红彤彤的太阳落山，或是下雨，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，破竹子斜着飘着，很有芦苇的感觉。有一项芦苇上拴了块污旧的布条子，从玻璃窗里望出去，正像一个小人的侧影，宽袍大袖，冠带齐整，是个儒者，尤其像孟子。我总觉得孟子是比较矮小的。一连下了两三个礼拜的雨，那小人在风雨中连连作揖点头。虽然是个书生，一样也世事洞明，人情练达，辩论的起点他非常的肯迁就。从霸道谈到王道，从女人谈到王道，左右逢源，娓娓动人。然而他的道理还是行不通，怎么样也行不通。看了他使我很难过。每天吃饭的时候面对着窗外，不由得要注意他。面色灰败，风尘仆仆的左一个衣右一个衣。我屡次说，这布条子要把他解下来了，简直像个巫魔。然而吃了饭起身，马上就忘了。还是后来天晴了，阿妈晾衣裳才拿了下来，从此没看见了。六不孝。墨梦有个同学姓赵，他问我赵怎么写的，我说一个走字，你知道的，那边一个萧字。哪个萧字？萧是相向的意思，是文言，你不懂的。相像呢？怎么用法呢？譬如说一个儿子不好，就说他不孝，不像他父亲。古时候人很专制，儿子不像父亲，就武断地说他不好，其实真不见得，父亲要是个坏人呢？啊，你想可会，说这儿子不像父亲，就等于骂他是私生子，暗示他不是他父亲养的。哎，你真是，中文还不会，已经要用中文来玩花巧了。如果是的，怎么这些年来都没有人想到这一层呢？然而他还是笑着追问，可是你想，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吗？古时候的人也一样的坏呀。七孤独。有一位小姐说，我是这样的脾气，我喜欢孤独的。墨梦低声加了一句，孤独的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我大声笑了出来，幸而都是玩笑惯了的，他也笑了。八少说两句吧。墨梦说，
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，毯子质地厚重，又做得宽大，方肩膀，直线条，整个的就像一张床，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。瑞典人喝酒的时候，有一句极普通的祝词 toast， 叫做 Minsko Dinsko Elvakra Flickersko， 译成中文就是祝我自己健康，祝你健康，祝一切美丽的少女们健康。